空中飄嚟飄去咯。跟住我嗱嗱聲攞啲翻底嚟黐玻璃啦。黐實啲玻璃之後，冇幾耐，成間個玻璃就爆咗。一次過爆好犀利㗎。一次過爆，甚至連個粗礦都吹埋走咯。今晚有咩打算？今晚啊，今晚我準備上出盤骨出大陸嗰條船咯。因為我哋兩次個風刮唔走我哋嗰棟樓，唔知穩唔穩啊！33樓咁高跌落去，乜嘢都冇得剩啦。之後會唔會諗住再繼續住喺度啊？我就冇啦。